就是宪兵队的人，你们的狗鼻子蛮灵的嘛，不过跟错人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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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再问你一次，到底跟不跟我走？做你的亲爹没人吗？哎呀，肚子疼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快！大爷，大爷，能不能我喊？大爷特使去执行任务了，我在队里。给你了，小鬼！打这么好还不鼓掌？